加上呼吸，吸气的时候往下，呼吸往上，再做一次。新动作，双手在右侧，左手打开上拉一个弓箭，手往前合掌，画一个半圆，带到右左边 ，and open。打开的时候吸气，膝盖面向小肩，往外的时候吐气。吸气，让重心下沉，提起胸口，吐气往前。吐气，从原背前起身体，可以让手碰到地板吗？再次让双手带到45度，左手打开拉弓，往前合上，带到左边。下行的更多，增加更多下半身的体温。右手打开，伸长的肩膀高度。如果你要挑战，左手抓住我脚的大腿，吸气把左脚往上推起。你讨厌吗？膝盖一弯，解开双脚，再次练习小腿。双手合掌在胸前，吸气。